徐明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带来的《文评论道》栏目，我是王祥云。现在要为您介绍的呢是第九届英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半决赛的第一局，由中国棋手谢柯对日本棋手伊力辽。那么今天呢，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刘晓光老师。刘老师好。你好，大家好。这个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伊力辽和这个我们的谢柯，中日两国的这个顶尖棋手吧，在这个英式杯当中的相遇。他们是半决赛的第一局，半决赛呢需要下三番棋，就是需要获得两胜才能进入到决赛。那么这个伊力辽在日本排名应该是在前列的，比较年轻，是排第几位？他现在是这样子，就是在日本他是已经获得过七大，就是头衔里面他已经得过头衔，这个就已经是非常重量级了。而且他现在的就是进入到英式杯的半决赛，已经是创造了近年来日本棋手的最好成绩。日本棋手啊，就近些年来啊，他老是都说一日游，就是说下一盘就结束这种状态很多，尤其是在决赛当中很难见到日本的这个棋手的身影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现象，都是中韩中韩是比较多，不像我们那时候擂台赛，老是我们中日擂台赛，现在真的是时过境迁了。所以但是伊力辽属于现在是年轻，他们日本是比较有为的一个棋手，谢柯是我们现在后起之秀，是吧？现在的势头非常的好，在前不久呢是刚刚闯进了孟百合的决赛，然后现在呢又来到了英式杯半决赛。如果他能够战胜伊力辽的话，那么等于他在一年当中啊，他进了两个世界比赛的决赛。好的，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棋局。好，黑棋是伊力辽，白棋呢是谢柯啊，黑棋星，白棋，是吧？对，走这个，然后小木，对，挂角，是吧？这个是，他是走点三三，点三三的那个什么啊？不，先先挂一下，走这个加工加工。不是先挂角啊，二尖高加，然后它是这个啊，对，这样，对，白棋呢，三三，哎呦，这都是，也是一个常见形状，这个基本上是不是现在都是这样的套路？都是这个套路 啊，好，它是挡这个，对，飞了，都是一般都是这个，然后这个顶了扳，是吧？对，挡住然后扳，就这样啊。在这儿黑棋就是一个先手。然后那个他飞了，飞，回到了这边，这比较。比较普通，普通，它是爬一个，爬一个呢，然后它是，不是跳一个嘛哈？对，它接下来是飞的，最近呢都是飞，这个是以前我们都是跳这个比较多，或者爬一个再跳，但是这个多，可能跳一个是不是怕，拖三三呢还是怎么样？它现在都是要这个飞，我猜想啊，可能是它是怕什么呢？怕这个，拖这个，冲这个，挡住，你冲的话，它那有断。现在，对对，有断，对。生子有力，是吧？你要是飞在这儿呢，它这个冲呢就没有断，这个黑的就不成立。对，可能是跟这个有点关系吧。所以呢，实战它是走的这个，然后黑的黑棋飞着这个，这个变化就相对比较少见了啊。对。这样，他是。他是点的。点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考虑冲断呢？就是不走这个。冲断啊。
如果冲断，那就一个另外一个作战，那冲断它会长这个。嗯，正面作战。嗯，如果我长，啊，这样，你会飞吗？还是上边？哦，这个棋，这是。哦。这是他这个都不冲，不没有冲断这一说，他是要走这个。对，他是、啊、这个，这个形状的定型啊，好像是黑棋还能够，还是不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嗯，是这样吧？对，就是比较简单的去定型了。哎，这个比较喜欢这样，这样。对，然后他爬一个，爬一个，对。嗯，扳住，嗯，顶在这里，嗯，脊柱，它是鼓了。这个棋呢，应该说，是没有扳啊。没有，它现在是单虎。单着，嗯，单虎。然后这个棋呢，白棋它是走在中间。对。这个棋好像应该刺这个，刺是先手。对，这个应该是全力吧，我只好站上，然后要么白棋这个或者这个，这个也可以啊。嗯，这个是比较普通的吧？嗯，这比较普通。我觉得这个比较容易想到。想到，第一感是总是想这么下。谢柯他不是这么下，他是走的这个。这个。对。那不是以后还得刺吗？嗯，这不明白。就是这手棋，它是向中央去发展吗？它不是不肯守。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让我有点不清楚。对，就是这个点，刚才刘老师说这个是先手的情况下。这先手刺掉。嗯，这样。难道不是这样？要等于走这个，这个棋，但我不见得马上走，我可能是这个或者这个。我很有可能这个啊，嗯，先去占大场。哎，这个，他是这两个直接走，那以后这个不交换吗？还要保留这个吗？这能刺着总是好的。对，我不明白这个谢柯是直接走的这个。对，但是谢柯现在我也不好这么批评他啊，现在这很厉害了，我也下不过他这样。其实谢柯他对伊利寮刘老师在前不久的孟百合当中，他是刚刚战胜了这个伊利寮，可能啊，他对伊利寮也相对比较了解，也可能对于这盘棋他也有自己这个相对来说备战的心得。是，你看这个黑棋走的这个，嗯，伊利寮这个呢，我认为是很强硬的，这个倒是先发制人。对这个棋形的感觉还挺，这个你再刺啊，都是要再说了，嗯，是不是能刺着，还都是都有待探讨了。哎，你这个是应该先刺一下，嗯，这个时候被他先发制人了，他找你的弱点了，你这个时候刺可能都不见得他粘了。对，我有可能反击。哎，对，有可能你这么一刺，我这先给你跨断再说。他是走的这个，嗯，走这个他还要这样的，还要跨断呢。这伊利寮够强的，他这个也很强，这个呢，这个好像没有。你如果走这个，我觉得他有可能真就是断上，进来就可能断进来了。这白棋是不舒服呀，正好在被断。有可能会成为这样。嗯，这个棋呢，刚才我说先刺掉，他还舍不得刺，现在就都来不及了。是的。所以这个谢柯这么下，我这所以有点让我搞不懂。就是您觉得有可能这招开始，对对对，这招缓，要是我是呢有先刺了，嗯，就不会这么缓着，就先等一步，嗯，他实战是走这个，谢柯走这个，走这个呢，他就走这个了，他搬了，搬了，嗯，他实战这样，对，走这个呢，他反而他觉得这个有点过分，为什么呢？这个棋你这一长，这儿有个冲下来，嗯，这个夹你也受不了，这回都是这个形状，这两个太重了，是吧？所以呢，他就连转身了。嗯，转身他这个走成这样，打吃。对，这样子的一个定型。变成了一个这个哈。对，这样怎么样呢，刘老师？这样黑棋倒是这个是铁活了。嗯。再次是变成后手。对，走不到了。走不着了。
应该说黑棋也满意。嗯，哎，虽然说落个后手，但还是可以，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弱点呢。对，他还补了。补了，对啊，那不补也不合，不补这一场怎么办呢？很难过啊，是吧？这一场他很难过，他是补了一个。他是虎了。虎，或者说是 AI 说要补这个好一点。哦，走在这儿。哎，他说补这个是比较好。啊。哎，应该补这个。他是走的这个，嗯，走这个，这个时候呢，总的来说，从得分上说哈，嗯，应该说黑棋现在稍稍的这个地方得了点分，就这个局部定型下来，局多得分了，对，嗯，但是棋局还早，是，哎，棋局还早，还是一个漫长的棋局，嗯，哎，但是实战的黑棋呢，黑棋是长了，长啊，就长一个，就长了。对，实战就这么长。其实说还有说是这个，走这个也是可以的。哦，因为他说瞄着这个班。啊。嗯，这个班是很现实。下一步有个班，他有点讨厌。你是吃还是班？吃呢，再来一下打。那我对啊，您走这个就是我得贴吧。就是贴的话，这个地方我就跟着上。这个地方有这个班，就是您点这个，我现在先贴吧。啊，填这个，填这个那对这个是贴比较漫长，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啊。好，实战它是长的这个，嗯，这个倒是一个现实的大棋，对吧？比较大，对，这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然后他点了一手，这时候马上点这个谢克也够比较凶的。这个点期待你粘上，那我当然舒服了。但是这个黑棋不肯的，是的，这个有点超乎常理了。这个点期待它粘上，这个做不到，黑棋要反击，所以说你这个是也可能稍稍有点过分。哦，您觉得先别走了？不，哎，过分了。嗯，这个时候棋局啊，既然走不着，它不可能粘，这个时候你也别点了，还是这个吧，这个吧，嗯，这个。眼见的大棋，这个大棋，这个可能是一部那个什么，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好，嗯。然后您那儿定型完要靠这边吗？哎，对对对，你走什么？我搬吧。搬了，对，他退一个。那我只有粘住。粘住，对，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这都是最近常规的一个套路。套路。套路。大概就是这样。这个下当然是比较普通的，就不是是一个套路了，套路，哎，这个，但是呢，这个白棋他没有走，这谢克够狠的，他走在这里，点了，嗯，这个年轻人就很有魄力，而且敢下，嗯，这个黑棋反击，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他是走在什么地方？他是走在这个宽一路，对，走这儿。当然是我是至少要走这个，他是走这个，可以，这个也可以，这个你总我觉得断现在可能有点过，马上可能有点过分，过分，是，断有点过分，他就在这个局部脱先了，嗯、没走，啊，哎，一飞，飞这个，这个差不多，对，这差不多，嗯，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断呢。他不管是什么跳或者搬了跳什么的，这个都是我觉得作战现在不合适。嗯，哎，周围的情况还不允许。周围你的跟着走啊，有可能断落空。现在白黑棋，黑棋是这个是吧？对，他尖冲了。尖冲这个，哎，这个像一个目前这种状态可能，你现在粘是不可能。走这个呢，也有点稍微就觉得不可。这样远远的走呢，他比如说这样，但这样。哎，这个是黑棋希望的，是这黑棋希望，他觉得这样呢就给你给晒在这儿中间了。这个子有可能无疾而终了。这不是晒着你，你要是让你的这个效率不高，嗯，哎，你已经难受了，嗯，是吧？这是他希望的。然后白棋呢，这个时候，像白棋现在他找方向了，是走什么地方？这个棋这两头呢稍微的有点不舒服，不知道往哪儿爬哪儿。也有可这个断呢，稍刚才不能断，现在就更不好断了。这俩一交换，断可能更不佳了。嗯，也有可能这个，也有可能点一个，哎，反正现在是找方向。他走什么呢？他是正在上边儿，正这个，在这里。
这一个呢，就是他觉得我这儿有的大事先，这个呢远远的在呼应一个这个，这个作战啊，也是一招棋是吧？现在他走这个。这个时候黑的就在这儿继续走了。黑棋继续走什么？他是挡下来。他就直接了。直接挡，直接挡当然也是一个，也是可以。他觉得顺势啊。如果这么一推啊，你这个有可能被我顺进来，他是这么说的。他是想这样。他讲这样，他大概是这样吧，这样。反正你这个子，你越来你越可能都被我包进来了。你只要我把你中间隔开，你的两头，我就行了。他可能是这么想的。这谢柯也不连扳，他是退了一个。哎，这一般是要连扳的，对，这个是一般人的第一个连扳，连扳完了我再说别的，嗯，或者再压，或者再怎么想办法，哎，这是最，反正我是这么想，就是连扳了。他是退一个，对，稳当，够沉着，非常的稳，比较沉着，嗯，这个很沉着。他直接藏在这里，先看你一眼，我本来都很着急了，还再看一眼，他看一眼，那黑棋走什么？黑的继续贴了，贴一个啊。黑的是不是也觉得，那你既然退让，我就再跟着你走，是这样是吧？这样搬，对对，这样的话，哎，这样怎么办？这样第一感啊是想断，对不对？嗯，第一感吧。第一感，第一感断的话，它有可能是长。啊，您单长？嗯，什么都不动。我这打吃长，你可能受不了吧？我。你走什么？那我得补啊，刘老师。你走什么？我就不知道我是虎还是贴。应该贴一个。贴哈，有可能紧凑一点。他有可能再长。啊，您那边就搁。先这面你吃这个吃哪个？看你吃哪个。这个呢，当然也是一种下法。嗯。嗯，这就是说大家拼了。拼。哎，这个是挺。这个，你吃这个我就给了，这三个我给了。啊、是您取大势了。对，因为大概是这样。是吧？你要这样，我这样，你大概是这样。那这样能不能吃掉不知道。对，这样。嗯。我这个搬一个这一段你受不了吧？这个是全力，我得补了。本型跳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得跳一个。但是这个棋啊，就这个实际上你说它就算脱断了，也是应该你吃不着。啊、哦，对，这个应该吃不着，不容易吃，不容易吃着，嗯、也吃，这个这样作战的话，黑棋也是可战，可战、嗯，是吧？也是可战的，嗯，这就是另外一个做大的作战的一个棋局了。对，这是另一个方式，一个大作战，这看谁这走大气魄了，这个中央作战，中央是抢头，如果断，我估计就有可能是这样。啊、嗯，那么现在啊。他走的什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实战，其实我觉得还挺难理解的。他先是靠啊，在这儿靠一个，谢克在这儿靠一个。这个地方可能大家想不到。对，在这儿，这个地方啊，他找头绪呢。刚才断，如果摆上那个图啊，黑棋他觉得黑棋能占，白棋觉得这个地方啊，成算有点问题，不见得能行。嗯。所以呢，他来这儿找个头绪，找个头绪，在这儿靠，在做准备。做完准备之后再下手啊！其实你这个地方啊，他在高位，你在这个地方是碰啊，是损棋的。嗯，你等于这哎，他退一个，他等于你把这个木啊就给他了。对，本来你打入啊还比较好的点，以后呢就可能变成了木。嗯，所以呢这有可能都舍不得走。如果低位啊反而好，他高位啊就是不愿意。但是呢现在没办法拽着这一块走，倒是我觉得给他。拽成这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作战，实际上是应该说，白棋不成功。嗯，哪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是不是刘老师您觉得就是好像，即便瞄这边，但这边不大，就是说人家大不了弃掉，你这个战场啊，给他拽到这个地方啊，哪个地方前面可能哪个地方有点缓或者有点问题了？哦，嗯，全局呢布局有点问题，方向有问题。嗯嗯，前面或者这个地方。就没走好，我就是说之前布局就应该飞点刺，速度快，而且现在拽到这儿已经没有办法了，嗯，就已经脱不了手了，在这个地方啊，就只能在这个方向走了。他走了一个这个，他搬在这儿，对，想一想办法了，
哎，在这儿想招了，要想出点招了。嗯，哎，他总是觉得我不能这个就没用啊，等你让，比如让你沾上，那我也能够有收获，这样，他希望这样了。啊，这样倒是要有时候我再说段子，再说别的，我有可能这么拽出来，那也算是有个方向的转向了。嗯。但是呢、啊，黑棋伊利聊这个段呢，也很厉害。对，这招棋是很正面的，给白棋一个回应。这个段还是可以的。嗯。段还是不错的，这个你要这么走呢？你这个子就掉了，冲我能退。嗯，你要这么走呢，他可能是这样。啊、哦，这个还要，断这个。他底下搬了。他这儿好像有一个尖呢。哦。尖，这个搬你受不了，搬了连扳。对。啊。哎。这儿直接一冲就。哎，对对对对对。没气了。这你这个他就算这个普通的，他这个也是。啊、哦，回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嗯，是的。嗯那个，那就说这个棋呢，黑棋能断也是成立的。嗯，断了这个之后，白棋得想办法了。白棋这个地方作战呢，白棋就总是付出代价了。刘老师，黑棋好战，黑棋可以这个棋、哦。总觉得白棋带点别扭是吧？白棋好像有点问题。嗯，它是断的，单断的。单断。单断呢，不管怎么说。这个还是损了啊！啊，他退了这儿，挺心痛的。你看这两个还是损棋，被他变成的空了。嗯，好，这个损完之后，主要在这个地方了。对，得有点东西了，要不然有问题了。嗯，他是打入。打入。嗯，第一感是这个哈。紧凑一些。哎，这个。但是他拐下来。拐下来，他可能是比如说这样，哎，或者是这样。这样就是一个那个什么吧，他是什么呢？他搬这个也可以。啊，对，黑的从上边去。他要这么厉害，他这么多打一个，你要贴背的贴，他多打一个。这个作战呢，这个作战是黑棋可战的。这个是不是封不住？这儿有冲出来啊，冲出来，你走什么？这个作战呢，黑棋还是可战，能够站的，嗯，怎么办？白的，白棋有什么？我给你粘上吗？这怎么走？这个棋知道怎么走？对呀、啊，这里有冲断，你要粘上它能回家。嗯，你这个棋呢，黑棋能站，有一个办法就是说这个搬一个能不能行？哦，搬一个的话，但是就算给你搬不，它能够冲，能够冲这个，啊、能够冲这个。这个冲呢？它这个冲这个是吧？啊、哦，冲这个呢，它有一个尖，你也受不了。它有一个这个棋，如果这样当然好了，这样它能冲下来。对，这个不行，大家注意啊，这个是。这个断打，这是白棋希望的。嗯。但是它这个还有一个办法，能够这个棋有个解救它。哦。哎，你如果立，它就这个就行了。哦，对，这下就没起了。再冲他能退，是吧？嗯嗯、这就没问题了。哎，但是呢，你这个怎么办？你吃两个，然后这个角怎么办？对不对？对啊，这个。这个角你这个没有活呀，你说我这样来，要活，那我这个搬过了，搬过之后这个角还得再补，这一搬死棋啊。嗯。对吧？你补这个不像话，补这个吃这两个就不大。那你说我要这样，敢这样吗？这样他被他冲过来也不得了，这冲过来，这个要顾的地方有点多，哎，太忙了，太忙了，你这还得赌这个，拿这个怎么办？对，这被分段，他就要底下回去。对啊，这还可以再来一下，这白棋坏了啊，这把一爬，这忙活的地方太多，这个不行的，白棋是吧？是的，哎，这个所以呢，这个棋作战呢。因为黑棋都是高位，占据了高位的地方太多，子力太多，你在这个地方给他作战，就已经选错了场合。哦，哎，就是白棋啊，当初选场合的地方，当初设计的时候有问题。战场选战场是很恰当。对，其实你应该提前一步想到在什么地方选择战场。嗯，一般是布局就应该往这儿想。是。哎，现在这个地方其实。
到现在已经晚了，没办法，这个靠不成立，那怎么办？那么这个靠不成立，他就缓一路。一般如果成立，我就紧着走了，那缓一步哈，缓一步，哎，你跳的话。哎，那在他还能够什么？他不，他来了个这个，其实跳一个够了。是啊，刘老师，把上边这个便宜到就跳一个够了。这个棋其实黑棋很好，这个黑的好，你度过就给你了，这点儿还不给你啊？这给你黑棋，这时候不管走什么，都是这个全局都是黑的好。跳一个够了，这个棋呢，他不拉倒。这个有点过分，他这个一拐下来啊，其实刘老师，白棋的下一手是不是就变得特别考验了？就是白棋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黑的拐下来可能是一个意外的选择，接下来该怎么办？有点狠，对，有点狠。那么这里的变化呢，也让大家稍微的思考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那么刚才呢，给大家思考的时间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这盘棋。好的，哎，刚才啊是黑棋最后一手棋啊，是在这儿直接拐下来了，很强硬。其实这个跳一个就够了，但是他拐下来要走得更加的效率高。这个是伊利辽这个很善战啊。那白棋呢在这儿封住，对吧？对。要吃这个，但是呢他在这儿跳一个。他是跳的，跳呢就是说你冲断呢，他就能够给你闷死，是吧？这闷死这三个直接收棋，但是有很多利用。白棋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先断。他觉得你直接给我闷死了，我先断，什么意思啊？他如果我拐吃好，那么我冲断，您断这个。哎，我搬住，那么我从这里打吃，你必须要逃，对吧？对，我然后再从这里走，这个都是一本道啊。这个走是吧？这我只能尝。对，这样走，这样就是你看把这样顺出来。这是白棋希望的。对，哎，同时你这个如果断着跟着走，我就会这么来。哎，这个好像黑的根本没有办法去吃。你要拐呢，正好顺势它就给你这个有可能损进来啊，顺势卷出来。对。那这个棋呢，黑棋呢，就这个扳是它的先手，是吧？这个呢，你的粘上。然后呢，它就干脆补上了，把这个断点呢，给补上。补上之后，这个都是黑棋的范围了，都死在里面了。但是这个就交给白棋了，给你随便吃了。对。他是怎么？他是打了一下上面，打了一下上面。反正你尝那个本来先手，他打这个我也要。然后他再打这里。对。这个呢，为什么不多吃呢？多吃，但是里面呢也有很多味道。如果你多吃啊，这个里面真的是也有很大的味道。哦。这个也很麻烦。你如果走这个，他煎一个这个东西也，是不是能吃掉也很麻烦，是吧？所以呢，他是觉得还是这么吃干净吧，这么短，他是这样吃的。这样该黑棋啊，黑棋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战斗啊获得了很大。关键现在该黑棋，黑棋在这个搬粘这个是先手便宜啊，太舒服了。这个是他之前拐，应该就是瞄的就是这个。他拐这个主要期待的就是这个，要这个先手。这个拐本身不大，但是他主要后续的这个扳粘太大。是。这个走了之后，黑棋太舒服了，他在这儿你看，全部归他。这个气啊，气掉。这个时候黑棋形势好，黑棋就算这应该拐一个，拐我粘吧，粘上他就尖住。这个时候白黑棋啊明显优势。而且或者说就是不出大意外就是胜势，应该是黑棋这个优势最好的时候，优势很大了，优势很大了，他这个地方成果很大，他伊利辽走什么了？他是在这个角上动了心，他现在不拉倒，他还是觉得要借用，要积蓄，他实战的，他想在这儿觉得这么，实际上这形势判断准确，就应该这么走够了，不。他要求继续，对，他是走在这，然后连扳，给你要出点东西，觉得不拉倒，这怎么能够被全部吃掉呢？他不打吃，粘住，
来的长。哎，要在这里要。不，先断这个啊，断哪个？断这啊，断他弟的这个。哎呀，但吃的时候，给了放大，这个时候逼迫白起必须要这样。对。全杀。嗯。给他闹出一点，本来就形势不好了。他是吃的这个力当然也很好啊，他是吃的啊。好，这个时候你如果这样，那我就白起都一直爬过来。全部吃掉，嗯，感觉没什么前途，没什么前途，因为你这个不光是劫，就算没劫，你这里面的两个眼难找，嗯，所以呢，他就是得了，这个时候只能是迂回走了，嗯，他就回家。当然，这个时候就算回家，也是黑棋形势好，嗯，但是不如这个简明，对，这个简明直接就全就够了，嗯，哎，你不要那么狠嘛。好，这个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就留给白起了。白起呢，一看这算过于，这给你回去点算了。我是现在转到什么地方呢？最主要是这个，这面是最主要的。现在这面都告一段落了，那面还有广阔的地域啊，没有动手呢。嗯。点这个是，在这儿要折腾东西了。这个时候呢，他应该稳当最佳。给他一点，这时候黑棋形势还是非常好，是不是就给白棋活脚了？哎，对对对，啊，就这样挡着，只要自己先联络，然后呢，你，哎，顺势而为，往大的抢就行了。这个时候黑的形势好，嗯，这是伊丽辽是很好的形势，他走的这个当然也没问题。对，他在这儿，哎，要出事儿，嗯。他走这个连班，哎，对，他连班，嗯，连班呢，这个时候黑棋还有一个可以是什么？应该走这个，把这个吃了。对，应该走这个，这个呢是回头是岸的最好的时机，他应该这么下，你大概是跳，嗯，他压一个，嗯，哎，你的个虎住是吧？虎，嗯，哎，虎住他就往下跳，往下跳，啊，哎，你大概长出来，对，哎，他或者这个，哎，就算这样。哎，你这个尖一个，他就跟着，比如说，哎，就这样走。啊，哎，你这都给你，嗯，他都给你。比如说，你不管怎么着，你就挡，他就这样顺着走，这么围着，这么围着。关键是啊，你脱线的话，这是一打，这一立也是个先手破眼啊。这块没有两只眼，还要继续补。嗯，所以这样下的话，是黑棋的好形势。嗯，哎，而且很简明的优势。还是个明显优势的一个局面，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出现了一些缓吗？转机了，他是走了个狠的。伊丽辽啊，这是判断有关系，他走了个这个，他长了一个，对，嗯，他以为啊打人家做劫，人家劫财，黑棋可以这儿劫财很多，嗯，但是他是粘了，对，粘挺好，粘上他只好吃，是这个爬受不了啊，这一尖，对了。这个呢，就明显的给了白棋的一些这个下法不同了。白棋宽阔了，把你那个给破完之后啊，这一打他，你来吃我可以吃啊，你吃不着的话，你空被我破得多。嗯。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啊，实际上现在黑棋啊，正确的下法就应该点一个。嗯，这个是我得应。哎，对对对对对，这样，哎，你这个是。哎，这样哦，您要把这个地方拆掉。哎，对对对对对对，真是。然后这个立先手，你这个有个坚固啊，啊，那我得对吧？哎，对对对对对，防住。哎，对，这样其实黑棋还是很好，哎，或者再走别的也很好。嗯，哎，这个黑棋还是应该这么定型。那么实战，嗯，实战他就都没有，哎，没有走。他去这样子的时候，他是不是现在他走这个，嗯，是吧？对。哎，他是这个，这个棋应该粘，应该粘。哦。贴的话，因为你搬了我会断。哦。搬了个断呢是成立的。对，不能走断。哎，嗯，这个断了你好像是没有办法。虽然打了粘上，但是这两个不能丢。你如果这样长这个，他一打吃一跳是成立的，黑棋成立。哦。跳这个。哦，对。这个黑棋成立，所以呢，搬的时候你只能跳。跳它长，这个没关系，哎，应该这样，黑棋应该这么下，嗯，但是它是搬的，被它搬，然后这样是这么下的吧？嗯，是，然后它长一个，长一个，嗯，然后呢？黑的是
体调了吧？体调，嗯啊，自体了，应该走这个，应该走这个，这个时候走这个最好。应该走在这儿，他是提的啊，然后白棋这个时候是点进来，点进来，嗯，我先拐一个，棋先拐，哦，这粘上，这个实际上是都被白棋这个黑棋在这儿啊，效率不高，嗯，哎，点一个好。他是走在这个并一个当然是反击是对的，因为什么呢？你断不行的，断哎，他先搬掉，对，这个他全力，等于如果我现在断，您就这个爬，嗯，我拐吧，对，这个，哦，你要连扳我，我要这样走，这个好紧凑啊，我怎么办，刘老师？哎，我打吃哪个呢？打这个都可以，都可以，我打吃这个，啊，这样的，嗯。这是您的权利，我只有提。哎，对了，这个看见吧？哦，有这个子了，大家注意啊！那我是不是死掉了？哎，对了，这个你要死掉了。对，这一冲他能退，可以长。哎，对对对，嗯，所以这个不行，是吧？是不行，是这不能用墙，不能用墙，这个不能随便断啊！好，这个，那你走什么？哎呦，那我肥一个，他是实战，实战时冲断，冲断，对，挺好。这个把黑棋粘是应该的，嗯，是，然后他搬，搬好，他是爬，爬这个好棋，把这个木数就这样，哦，他要不粘单长也可以，但是现在他既然不走的黑棋就抢回来了，嗯，他走着他把这飞走，哎，这样告一段落啊，这用这个有个断打呀，是吧？好，黑棋贴住，嗯，黑棋啊，这个时候还是应该走这个。还是应该哎，这是先手哎，你要走，不管走什么，这是先手啊，是吧？嗯、这是先手很重要，很大，是吧？这很大。嗯。他实战没这么下，那么就不一样了。让白棋啊。他贴的。白棋是抢这个很大。小尖。嗯、小尖非常大，非常大，嗯，因为抢这个之后就不一样了。他实战他就没有，他是走中央了。对，围控了。围控了，嗯。围控实际上这个啊，当然现在形势还在黑棋啊，总的来说还是可以，嗯，还是不错，还是不错。但是呢，他围中央觉得这样，他可能觉得形势仍然不错，或者说现在，他觉得这么赢法啊，可能保险。但是呢，这个时候，对，就距离拉近了，已经拉近了，和刚才好几个都是非常明显的优势。现在呢？有点说不清了，嗯，而且应试杯好像刘老师还有时间的这个关系，哦，对，它是应试杯的规则，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有什么超时要和什么罚点，对，因为在这盘棋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其实呢，这个谢科的时间是远远优于伊利辽的，伊利辽啊，伊利辽是随时有被要罚两点的，所以他时间的追杀也是有他的压力啊，嗯，实战。他是走的这个吗？贴，对，他这个提先手哈、啊，他现在还没提，没提啊、哦，他先贴，他是不是走这个了？粘住，粘这个，对，嗯，粘这个，长、嗯，长这个，然后提一下，哦，这个虽然围出来了，围了，但是呢，它损失啊也很大，嗯，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好像有这个，他是实战是这样吧？嗯、他先这里一下交换，哦，然后他。团上，他是走的这个刘老师。嗯，这个，好像这个都用不着团这个。嗯。那他不怕被尖进来吗？嗯，好像是点这个还是怎么样？是把黑的还是可以？哦，哎、反击在这儿。他是走团这个，这个又被他便宜一点，嗯、白棋稍便宜一点。然后黑白棋贴，其实靠一个也可以。对，靠可以把这子吃下来。嗯，靠一个可以，你这直接就断了。啊、嗯，直接就把这个断掉，冲了就能够退掉。对，是吧？对，他是贴，他退，然后靠住。嗯，啊，好，这个也是可以的。现在呢，黑棋啊，黑棋如果正确的收的话，好像稍好一点。黑棋呀、啊，黑棋现在形势。现在如果正确收，然后不出什么问题，直接判断形势清楚。黑棋稍稍要赢，这个伊利辽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前面呢虽然连出来的，但是呢，它的控啊，这个地方便宜的太多，
优势还没有消化掉。嗯，就是这个鸡还是很紧张的。对，那但是呢，他为什么呢？他走什么了呢？他这儿好像搬了一个。嗯，搬了。搬了一个是吧？嗯。哎，然后呢？飞了这儿，飞这里。他是这个地方。嗯。他在那儿走了两下，他觉得那儿这个棋是损的。啊、嗯。本来你有大飞。对。对吧？他是在这儿布拉岛啊，走了一个什么呢？走了个损棋。嗯。这个地方没有棋，对，他这儿好像觉得是打劫还是怎么的，小劫财。哎，没有棋，他在这儿做这个劫，他提、哦、是吧、嗯？这个地方没走出棋，是。哎，然后呢？是先他在走那个时间先飞了，飞一个，嗯，对。然后白的冲了，他挡上一跳，这个是其实亏了，嗯，这个地方、这个不好，不好，不要这么走，这个棋本来是有点的。对，这瞄的这哎，这有点还没活。这几招棋是他这个开始让他产生了不自信，这个棋也应该粘上。他走什么了？他是搬进来，他是提了一个，对，先提了一个，把这个地方他就没有打劫，他看错了，直接气不够。这个地方就不应该纠缠，本来他形势好，有个大飞就算了，不要去折腾。一折腾呢，这个棋啊亏了，怎么亏呢？他。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粘上是肯定不行、嗯，对不对？但是一样流，你不粘早晚要粘的。对，就是你粘我就打就团住。哎，对，就等于这样的棋啊。对。哎，那你要是等于这样的棋，嗯，那你要说我要做眼，嗯，他就尖一尖，好像就收气就行了。对，就粘住。他就粘住这个啊、嗯，你要收气就干不够。嗯。损了，损木了，这个地方他损木了。是的。他没注意到这个，哎，他没注意到、嗯、这个是个损木棋，所以呢，他这个地方是走的个亏棋。对，一亏了，这形势又紧张了。本来啊，直接收木他形势好，对，结果呢，他走了一个亏木的棋，那之前的判断都已经不对了。嗯，他走什么了？他是搬进来，搬进来，这个是孤注一掷了吧？对，不，他搬这个了，搬这个是搬的，哎，然后再搬进来这个。走向失败，嗯，被他断了。对，这个棋啊就应该冷静啊，这个什么靠一个什么冷静的粘上这个棋啊，还这个是不是这个损完就已经不对了？嗯，那这个棋呢，他就想，因为这个损完之后，他已经对形势没有自信了。嗯，好，我们看他实战。他这个地方呢是瞄着断，但是这里呢，这个断呢，这个地方是味道很不好，很不好，啊，实战他走什么？这一打，好。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啊，嗯，对，因为打这个不先手，打这个他能提掉。对，这连不上。哎，连不上。嗯，这个打不是先手，所以只能是跑这个，是吧？嗯，他走这个。对，粘住。粘上。嗯，这个地方呢还吃不掉。你要是说怎么走啊？怎么走他没有用。是吧？对，所以呢，这个是后手。如果补一个当然好，补一个之后他这一吃这出棋了。对，这个又扑进去了。哎，这是出棋了、嗯。但是呢，他不会补，他是补这个了吧？补这个。粘上。粘这个补这个、哦，这是当然是明显的棋。但是现在呢，这个棋啊，你打这个呢，他只是粘上就行了。是。打这个呢，他粘上。没有用啊！对，这搂吃都没用。没有用啊！嗯，你只能是这个了，搂这个有啥用啊？没有用。粘住就行了。对，两头皆不归。对。哎，这个地方刚好这个蟹科啊，在这个地方对杀的时候，把黑棋拿住。这黑的什么都没走出来。那怎么办？他就只能是收一下木了。哎，黑棋。打吃，嗯，他粘住这个是吧？粘住这个，对，他在粘。你因为只能往下连这个，这个是断点太多啊，不能提啊，是吧？他整连，好。然后他一粘，他把这个粘住，是，对吧？当然这儿能照个便宜，能冲一下。哎，这是他的便宜，是吧？对，这儿不能入了，入了被给断了。后面的，哎，所以这个是先手，嗯，但是这个是先手，虽然这还是先手。对吧？对，打拔是打拔又是先手，这个便宜得不，这儿是便宜了一把，但是中间这个损的有点大。嗯，总的一核算亏了。是。这个地方又没占便宜。是。这个地方又损了。其实一力聊，其实形势好的时候啊，瞎折腾，
这儿也不亏，这儿也亏，那么最后怎么办？这个棋就到现在为止，再没点招，就这就不对了，再没，所以想想办法了，只能想办法了。对，确实形势也是不太好。哎，对，怎么办？他是冲一个，从这儿来断。啊，就要出棋啊，要出棋啊。嗯，这个棋到这儿有打呀，哎，如果你比如说你粘，那合适，他断，他打，对不对？这一打要出棋了，得打出棋了，是吧？是。哎，但是呢，谢柯来狠的了吧？是刘老师，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计算还挺有点说头的，有点说头啊。在这个计算相对来说，子力接触的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计算一定要精细。这个时候是要靠力量了。嗯，这个地方的对杀、绞杀，哎，这个地方我想这个也是他的擅长的地方，尤其年轻棋手，这个地方不会说算错的。嗯，哎，你正常走这个就完了，但是走别的，但是有一手棋特别强，嗯，唯一的一手。嗯。就这个时候看上去好像 AB 已经见和了，哎，对，觉得白的不行，唯一的一手，对，这个打是关键，这个必须这个成立，这招棋，哎，你不管怎么你如果断走什么，对，他实战也是断的，哎，好像断是这里看上去最有利的一个手段，只有这一手、啊，走任何都不行，只有他，是的，走任何都不行，是吧？只有他，其实是一样，我单长也是，好像也一样。不一样吧，刘老师，单长我粘上，啊，您再断我就吃这个。哦，对了，不一样，就没有了。对，这就完了。你看这个就完了。对，这两个一交换就完了。嗯，现在如果不交换，看见了大家知道。这双吃。完全就不一样。对。所以千万不能走完再断。嗯。所以先断。好，先断也没棋，先断，但是挺紧张，让你一看吧，哎，这个再手跑这个当然是你先手，他给了，对，粘上，但是这个还拽着你，怎么办？这地方挺有意思的，黑的打吃，白的可以还能顽强的粘上，是顽强，因为你啊，从这儿打是不行的，为什么？这一吃，这直接冲过来了，对，跑不了，你只有长，嗯。对不对？对，只有长是成立的。长这个呢，就是 A B， 又要见和。哎，对，你如果粘这个，但是它有一个这个，嗯，实粘就这个吧。对，这个怎么个厉害哈？你如果拐，我能不是粘，而是虎完这儿有个大棋，这儿吃进来。你虽然说把这个给，哎，不、嗯，不能吃这个了。嗯，虽然你把我这个吃掉了，对，但是我能这个回补过来。也是，就是说黑棋不便宜。对，黑的这个地方木没了。哎，对，那个也是个大的。嗯。你吃着这个，这一转换呢，不便宜。嗯。啊，所以这个棋他也不肯，他一算这个不合算呢，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吧？对，他是拐，然后黑的吃。吃一个。嗯。这儿白打了一下之前。嗯，然后呢，白的还能冲到啊，这个冲一个是在先手，对，你还不好挡这个太难看了，他退一个，对，侯，侯一个啊，嗯，实战就交换成这样，对，然后黑的走这个，白的打吃，哇，他提，提，嗯，连上，嗯，连上了，但是我是好像。这个对您团你入不来我的是吧？对，这个是活了。但是我这个给了，他给了，这样。嗯，对，这个黑棋活了。嗯，活，而且吃了你两个子的在里面活干净了。嗯，那白棋得到什么？白棋虎一个。哎，关键呢是什么？这个棋黑棋也损了目了。嗯。他能够虎在这儿，其实这个很大，虎着了。他这个棋呢，白棋吃这个，然后又能够走这个总的来说是白棋，我们看白棋便宜了。对。断。先手，这一打吃这一下来就没了。对，这个地方要命，必须得硬。哎，嗯。嗯。
但是这个地方正好白的有一个这个。对了。啊。这个现在啊，这个棋折腾了半天之后啊，一核算呢，黑棋虽然是活了，但是呢，这个棋总的来说，这个地方从它那个棋贸然入进来搬进来，被它割断之后，你核算一下，这个地方黑棋亏了。亏了。对。这个地方是损了，这个地方也损了。一核算为什么呢？关键的最后一手棋这一扑，对，最后一没法下了，没有下一手了，也不能跑，提的话被一打吃，没得下了，怎么办？怎么办？下到这个时候呢，他就选择了投子了，啊！但是刘老师，您觉得就是刚才您也给大家总结了嘛，黑棋从这儿有点慌了哈，就是本来呢，如果下面不亏，这里不亏，那似乎都还。黑棋当时是好形势，有再往越往前呢，他的形势或者有更好的机会，比如说不在这里折腾，这中间拐一拐走走后，或者说这个棋啊就有两次，就比如说什么挡不要被隔断，更简明一点，给他一部分，然后呢你把形势控制住，那个时候黑棋或者说好的很多，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前面这种便宜了很多。是伊利辽，前半盘是很优势很大的一个棋，结果后面慢慢的被谢柯给追上了啊，对了，这个棋也是逆转的一个感觉，对了，这个棋下得很精彩啊，是，像这个棋的，因为是第一局嘛，刘老师哈，第一局对，对，那么他做了这样子一个，就是说是逆转胜，可能是不是对对方的这个心理上也是有一定的打击？那当然，被逆转肯定不舒服了，是吧？这个前半你从这个伊利辽前半盘这个作战呢，这面都是很厉害的，都是下得很好的。这个谢柯他不着急，但是后面呢，让对方的连续出错，是让他这个一下子就抓住机会就不放松，就让黑棋没有办法。后来就这个一路就逆转了啊。是的，那么其实大家看了这盘棋，感觉到非常的精彩啊。应该说，刘老师两个人还是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是一盘很高质量的对局啊。对，是的，是的，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盘棋呢，就是半决赛的第一局呢，以中国棋手谢柯中盘获胜而告终。那么今天的这个解说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去关注第二局，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第二局的比赛。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